冒昧的得罪一下，我们现在很多寺庙香火鼎盛，而且已经到了有些片面去追求利的一个地步，一炷高香要几万块。我觉得台湾是哪一个庙山门呢、啊？就是不主张焚香，而是捧一朵鲜花。厦门南普陀免费提供上香，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善举。是是。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单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芸芸众生，甚至的也佛门中，也不可避免有这样一些追求。您是佛门中人，又是修行、传法、讲道之人，你怎么看这一种角度的义和利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现象啊，确实是在目前这个佛教界啊，确实也是存在这些现象。那这个呢，事实上呢，佛教它是经历了文革，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改革浪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恢复起来的。佛教的这个发展，因为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断层，然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寺庙呢，这个从这个园林的部门，从这个旅游部门被烧归佛教界所有。那同时很多寺庙也继承了这些员工，就是有一部分他们原来的这些员工，也这个也要由这个寺庙这方面来承担，那么还有现在还有一些现象呢，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小地方的这些政府啊或者官员啊，他们呢把这个寺庙啊也当作是一个这个地区发展经济的一个平台，就是甚至搞这种寺庙承包。然后他们可能会招一些什么假和尚什么之类的，然后在那里这个烧高香啊，甚至搞一些坑蒙拐骗啊，这种现象不少。所以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其实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错综复杂的现象。这个有佛教自身的因素。但是也有很多这种社会的因素。也有一部分呢教内人士，但是也有很多呢这些现象，你看见他们貌似是出家人，其实他们不是出家人，他们就是一些可以说就是一些假和尚，这些现象啊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几年呢，也像包括这个国中级啊，像中国佛教协会啊，也是要呼吁寺庙应该如何的正本清源。那我个人长时间以来我也一直在提倡佛教要恢复寺庙的一个基本的职能。因为寺庙应该是干什么呢？就是寺庙事实上它应该它的真正的作用应该是一个这个修行禅修教义，就是僧人修行教义和传播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教育寺庙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一个教育和修行的职能，但是佛教事实上今天这样的一个佛教的现状啊，其实呢如果我们往前推啊，可能跟这个明清以来整个佛教的衰落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教这个传到中国，从唐朝走向鼎盛，然后明清之后随着中国文化的衰落，这个佛教也跟着走向衰落。所以今天的佛教界有很多问题，事实上有它历史的渊源，就是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教佛教界啊，它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觉醒意识，这个非常
我们讲到义和利，其实也是从俗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如何去看待财富的获得。财富的获得呢，很多呢就是从佛教的解读跟俗世的解读是不同的，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点拨一下芸芸众生吗？嗯，这个财富的解读，这个财富的获得，嗯嗯，比如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人在社会生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会比较倾向于就是人定胜天，我们只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我这个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很有信心。但是呢，我们活到一定年纪之后啊，可能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是说你这个你想要怎么样一定就能怎么样呢，也就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是有因缘，因缘和合，嗯，这个因缘可能包括前因，这个有远的因，有近的因，那我们社会呢，很多人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啊，他也会意识到，比如说一个人，你的一个人生啊，这个你的成长啊，跟你的这个命运，跟你的运气，这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运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个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能拥有多少财富，你能拥有多少福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的因素，那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先天的因素那就是你的福报，你在过去生命中你有这样的一个积累，这个积累呢造就了你这一生，你会成为一个多么富有的人，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还要有后天的因素，这个后天的因素呢也就是说包括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就是你的努力，你的能力还有你的这个手段，也就是你赚钱的手段的合法性，这个几个方面非常重要，所以佛教也鼓励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比如在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要先要接受这种技能的教育，然后在这个技能还有做人的教育，做人的教育所谓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你需要有这个，就是你需要这个不违背这个法律，不要犯法，那从佛教徒来说呢，不仅不要犯法，还不要犯戒，还有这个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这些戒律，那么你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之内追求财富，那也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呢，就是说财富的拥有有先天的因素，也要有后天的努力，不是说你只要有先天因素你就能很好了，也不是说你只是后天的努力你一定就能够，就能够这个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呢。你刚才或者上一次的对话中你谈到了利他，还有谈到了自利，其实在财务获得过程中，从佛法的研究的角度，利他和这个自利啊，它一定有它的一个辩证关系，这里面可能有广结善缘的因素，有如法求财的因素，我比较有兴趣是什么叫如法求财，怎么处理好利他跟自我自利的关系，做生意怎么不挣钱呢？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啊，他可能只考虑自己，甚至呢这个损人利己，如果只考虑自己或者是损人利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利益自己和利益别人，他就很容易对立起来，
就是说利自己，那一定可能就会伤害别人，对他人有利，对我就是没有利，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嗯，但事实上很多这些能够这个做企业做得好的人啊，他们也能够意识到，就是说这些生意的伙伴、商业的伙伴能够长期的做下去，可持续的发展，其实一定是一个双赢。哎，你在自己追求利益的同时，你也能够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每一个人，这个他都会，他跟你来建立一种这个商业上的贸易，他一定都会有他的利益的需要，他对他有利，你也希望对你有利，他也希望对他有利。那么这样呢，大家呢都能够互相照顾，那么这样呢可能双赢，那就是所谓社会上所说的双赢。所以这个是从现象上来说，哎，在这样的一个双赢的情况下，那么利他和利自己啊，它是可以统一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如果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深层的角度呢，就是说利他的心和利己的心，它是一个统一的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恨一个人，哎，伤害一个人，这是害人之心。其实这个害人之心呢，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嗯，这种不良的心理，当你产生作用的时候，其实首先伤害到的是你自己。你的内心去培养一种伤害别人的心，事实上这种伤害别人的心，你把它培养出来之后，首先它会不断的伤害你自己。嗯，那就意味着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嗯，因为伤害别人的心和伤害自己的心是同一的一种心。那反过来说，我们带着一份利他的心，慈悲的心，这个慈悲的心呢本身也是利己之心。这个当你这种慈悲的心，它会给你的生命啊带来利益，带来快乐。我们的内心充满着慈悲，充满着柔和，慈悲柔和，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它本身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欢喜，表现出来说别人觉得充满着温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他之心也就是利己之心，反过来说害他之心也就是害己之心。这就是你说的儒法，儒法求财的路径。对，儒法求财它应该就是能够达到双赢，能够达到利他，利他同时也在利己。利己我们谈到修为，谈到财富的获得的如法求财，谈到利他和自利，那么这里面呢是一个很玄妙的关系。其实呢一点就通，一说就明，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悟。因为呢当局者迷，没有钱的人看到钱多了他都不能自己，不能够自持。所以呢获得财富之后，或者获取财富的过程中，人生的价值是怎么体现？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啊，因为经历了一个相当贫穷的时期，那么这个导致了整个社会呢对这个财富啊，它会充满着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呢就会使得很多人啊，他们会通过这个对这个财富的拥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哎，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啊，有这种就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衣锦还乡，类似这样的一些观念。那这样的一些观念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在现在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他就是通过一种财富，通过一种财富来实现自我的一种成就感，一种重要感，一种优越感。那么如果立足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体现这个财富的价值啊，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为。因为这样的一种重要感，它除了证明你拥有财富之外，
它还能证明你是什么呢？嗯，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它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嗯，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提升。哎，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提升，它是体现了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价值。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造福社会，哎，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社会上的很多人，他们因此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嗯，啊，生活条件，嗯，帮助很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嗯，哎，这个是一个方面，嗯，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幸福的程度，也是你的价值，嗯，哎，你因为你的财富。让你过得幸福，那么这个也是财富的，这个它给你带来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如果我们想，如果说一个人，他除了证明他能够证明他是一个成功者，嗯，哎，这个他拥有很多财富，可是就他生命的，就他实际的情况来说，他并没有因为财富而过得幸福。反而过得烦恼更多，他也没有因为他的财富，他的生命得到提升，嗯，哎，他的人格可能是分裂，甚至是充满着疾病。那么，同时呢，也没有因为他的财富，而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嗯，他并没有起到一个造福社会的作用，他只是像千千万万的这些商家一样。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份子。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够带来这个三个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即便他拥有再多的财富啊，他也不能算是有价值的，他只能证明在社会的大众的眼中暂时能够证明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这种一方面一个人他要维护这样的一个成功其实是很辛苦的，是非常辛苦的，而这种成功也是很虚幻，可能你今天成功可能过也可能很快就破败，嗯，那同时呢你想要高人一等，但是也可能很多人就超过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维护自我的一个通过自我的一种成就感、满足、重要感来维护你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嗯，所以就是说，这个财富呢，它给予我们的价值，我觉得应该是在于，就是说，就是一方面，通过这个财富来完成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种提升呢，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作为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企业成功人士，哎，然后你从个人的满足感，应该要上升到一种你要去承担社会的责任，哎，去帮助更多的人，你要打开你的心胸，你要去接纳更多的人，哎，要对社会呀，这个有这样的一份关爱。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既要无我又要利他，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难的修为，但是呢这是要鼓励大家往这个努方向去努力。另外一个呢，说到财富呢，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社会上现在日益比较凸显的仇富的心态。仇富，仇是富人，仇是财富，仇是有钱人。这个仇富的心态是一种烦恼心，是一种杂念，还是一种嫉妒，还是一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的一种反弹？您是出家人，不一定懂得或者理解我们现在社会上，或者你也看到了这仇富心态，用佛法的角度。我们怎么辨析，能不能放下，怎么化解，仇富。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朝富的心态的产生，当然我想呢跟这个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很多人去过印度，这个印度这个社会贫富悬殊也很厉害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不管是贫人和贫者和富人，他们都能各安其位，贫穷的人嘛，他们会有一种因果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各有因缘，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状态会比较会有一种平常心，那还有呢就是说跟人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价值观跟这个价值的问题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要这个出人头地，大家都期待着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那么势必呢这就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这种竞争，势必同时也会引发这个我们对别人呢就是对那些对这种你对那些富人，你没有办法有一种平常心去面对，你会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就很容易的出现，当然另外从这个在这一方面它其实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说作为富人来说你凭什么就这么富起来的，很多时候他可能是暴富，就是一下子他的这种从贫穷到富这个变化很多人不适应，因为你富得太快了太容易了，我们同样都作为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凭什么我这么样努力我还是过得这么贫穷，凭什么你就那么简单了你就变得那么有钱了，所以这种穷和富的这个现象啊不是很正常，所以这个也是让人朝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还有就是说富人当你有钱了之后就是说你能够对这个社会能不能多承担一些责任，对这些大众能不能多有一些爱心，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多有一些爱心多有一些责任也能够化解这些朝富的心理，如果你富了之后你高高在上的穷出来极易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让很多人啊就是他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这个就是他对你没有一种认同没有一种尊重，缺少一种认同和尊重的前提下他也很容易产生这种羡慕嫉妒恨，财富的获得和贫富的差异，就每个个体来讲有因果关系吗？财富的获得呢它也是跟这个个体的关系啊它也是有它的这些前因后果，也不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说过的人是有一定的这种命运，当然也有他后天的努力，但是他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您认为还是有前因后果的？对对，仇富心态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对，仇富心态也有他的一个文化啊，以及他个人的这些修养啊。怎么样化解对这个社会才是利他又能够自立的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这个，还是跟一方面跟文化教育。还有呢就是社会呢要建立一个这种公平的一些机制，当然社会需要比如我们从改革开放啊到进入到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啊它可能这个有一个过程，无序失序到有序，对对对，财务获得的第一桶金的有原罪，或者是他获得的这个正当性，他有千差万别，社会分配的不公，
才会导致一个仇富的心态。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穷的时间太长，获取财富的速度太快，嗯，不同的人群获得财富的路径不一样，再加上社会阶层的流动的板结化和它的公平性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一致，因此仇富心态难以避免，但它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社会心态。对对对对，财富的获得如果没有利他和无我的境界，对对对，没有回馈社会的善报和福报，嗯，而这一点来讲，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还比较缺的。我们这个社会有钱人，有回馈社会的善心的还不是太多。嗯，财务获得的这个路径和出发点还不太一致。嗯，这些千差万别是一个社会不公平的一个表现。您是修法修佛之人，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些什么劝言？就是对于这个，一个是财富的获得，这个获得确实有它的这个前因后果，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财富的一个使用的问题，合理使用。有的时候我们拥有这个财富呢，当然跟你的这个运气呀、能力呀有关系，但对于这个财富的这个使用啊，跟人的智慧有关系。您总是说智慧啊，嗯，在财富的利用上的智慧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读？比如说这个面对拥有的财富，我们现在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很吝啬，长时间贫穷惯了，有了钱之后，自己舍不得用，也舍不得，甚至家人也舍不得，也舍不得造福社会，那么这个可能在我们过去就会被称为是吝啬鬼，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挥霍无度，一掷千金，那么这种情况会被很多人称为是暴发户，那也有一些人呢，他拥有财富之后，就是说他呢，这个盲目投资。这个暴富暴穷，那么这些啊，其实对财富的都是处理不当。佛教认为一个人的财富，你自己把它用了，你用了就用了，如果你呢，这个财富呢放在那里，你自己不用，放在那里，你放在那里的财富啊，未必属于你所有。所以在佛教里面叫财富是五家所有。五家所有，五家，比如说水灾呀、火灾呀、风灾呀、强盗啊、黑社会呀、什么，甚至一些官府啊等等，都会把你的财富给处理掉了。所以你保存的财富未必是属于你所有。那怎么样才会属于真正你所有呢？你可以持续的发展，持续的拥有呢？佛教认为就是你去造福社会，把它布施出去。它会成为你生命的福报，会为你给你未来的生命，这个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所以在这个佛经里边讲到这个财富的使用，有一个四种方法。四种方法。这个四种方法呢，第一种就是说，就是你正常的使用。那么在这正常的使用上，可以是奢俭适中，就是奢俭适中。正常使用。对对对，这个第二呢，就是要有这个储蓄的观念。储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保险，以这个预防这个天灾人祸，预防不测，要一个储蓄的观念。第三呢，就是要有再投资的观念，就是要有一部分拿出来去再投资，让你的这个经济啊利益能够持续的发展。那第四部分呢，就是要用于慈善，造福社会，
那么这样呢，你既照顾到实用，也照顾到这个现实的财富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为给你自己未来的生命，这就是你说的福报。对对对，这就是你说的一个室友的一个新的境界，每一个人的提升过程呢、啊。我今天跟你谈这个财富的问题，我觉得你所接触的这些有钱人，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多还是少？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经常给这些商业界啊、总裁班啊上课很多，但是现在很多这些企业界的人士啊，随着他们的富有，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关注和思考人生的问题，包括这个怎么样才能过得幸福啊，怎么样呢才能活得有价值啊，怎么样才能活得明白呀、那么这些人呢，随着他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他们就会这种精神的追求会在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个人的这种自我的这些执着啊、烦恼啊，他们也会在逐渐的减少。但事实上，这个它是需要通过一个修养的过程，需要通过学习的过程，也不是说今天听两节课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事实上呢，世间上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啊，你都要投入很多的功夫，何况是修身养性。你不投入这个功夫去学习、去身体力行，那也只是一些知识、一些概念。因为生命它是有，生命是无尽的积累，那么生命呢，它是这种积累中形成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惯性，它会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生命的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很多不良的惯性，我们要从这个不良的惯性里走出来，事实上它是需要做出很多这个相应的一些努力。季群法师今天这一席对财富观的诠释啊，很含蓄，但是也有很多一针见血之作，也有很多呢苦口良心之言。有钱人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财富，这是个大学问。仇富心态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是烦恼心的表现，我们不宜提倡，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导致仇富心态孕育和表现的社会的因果，要去克服它，避免它，化解它，要去去除它。正确的财富观也是佛法里面的正确的生命观和正确的价值观。这一席话对我这个正在创业的人来讲受益匪浅。我60岁再创业，我希望呢能够给年轻人铺一条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首先是精神财富。这才是一个人一生中必须要做的一种追求。谢谢您今天的至理名言，愿意听我们的如意吉祥吉祥如意的肺腑之言，愿意听我们季群法师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以及佛法的传播，我们下回继续给你分解。